気に入られてるとはいえ、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、人間。安安，等一下，有人闯规则，不可以一般案例除外。例子，天生例子除外。例子除外，他什么？万一，如果那局，我刚睡醒，若那局有人一般，直接投票结束那场，请自己克制自己的手搜连坐法。OK， 行，所以例子一般没事。对，嗨蓝蓝，因为你毕竟都已经例子了，对吧？你都已经例子了，你还不小心一般，这也没办法，运气比较低啊。好了，来吧，37789。刚谁在挖你？你不要乱花钱。感谢蓝蓝超级留言，感谢。好啦，靠腰啊，我都熟面孔。啊，走喽。改天要教蓝蓝打日嘛，等他能玩的话，70块可以。我跟你讲，那是黑糖画的帅。你在厕所肚子痛？没事，我在吃面哦，我在吃海鲜面。哦，这家海鲜面好浓郁哦。难得的夜晚场，我跟你讲，我原本刚。睡醒后我是就是一样头痛到爆炸嘛，然后想说怎么办，我要不要开台，头好痛，然后就刚刚聊了一下，就是现在精神状况比较好了。昨天打活动被天河了，那你也是很棒啊。
リーチ。呼啊！三四六六六。ロン。リーチ一発。哎，我要改标题了，放枪小王子要出现喽！屁啦！就刚好这一张。Judy 安安，好了，现在开始有看到就答案，好不好？小月安安。碰。你还没吃饭哦。好啦，你饿了再，你能吃再吃啊！我不是说你饿了再吃，你怎么吃不下饭？靠腰打错，气。哦，还没吃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肠胃炎吃什么？白吐司，好吃的白吐司。哎呦，来了！リーチ一発ピンフドラニ。我刚刚打开了光遇，我要去告状。气。哦，的背好痒。你在等 Switch 的光遇来啦。
要不要碰啊？啊、oh. ！到时冰沙有更多的手可以牵了，碰碰，碰，对，碰死他，嗨，小鸡鸡。哦，来了！鸟子不知道打什么，好紧张哦。老师，别拜拜。最多签几人？八个人，就带头的一个嘛，那可以签七个，你就可以一条龙那边走路。我应该没办法挂太久，这次走进来，没有，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赶快去吃东西，我求你了，好吗？好啦，冰沙你，我只是跑上线跟你讲说，懒懒在这边，赶快来打招呼。我就这个意思而已啦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没有啊，冰沙你，你，哭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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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我刚画面突然不见了，吓死我了！前七个人去跑流星，那个红丝鱼会死光，不是吗？我们前天签几个五个人去跑红丝鱼，然后就是旁边的明明哎、欸，就是队伍太长了，然后我们就是好像我忘记我好像被打了三次吧，我总共掉了三次翅膀才到红丝鱼那边。呼啊，阿长安安。
气。尤南，碰，立起呀！真求大大带飞！我看你在群组 PO 的，你根本就不是，就不是新手啊，装新手嘞！立即！哎，你今天好惨哦！你今天好惨哦，王毅！你是肯定很强哎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第一个反应都是翻白眼哎。尤涵，中风而已啊，打扮装太久了啦，观众场哎。同乐而已，又不知道打什么。奥米亚，准备教课啦！好，我有在喝东西。给不给人玩游戏呀？圣岛追鲸鱼，你说哦，哦，那个我没办法帮你，哈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是我手的问题呀、啊。我有时候明明有点，就是像我按右下角的飞行按下去，结果他没有判定到飞行的那个，哎，他没有判定到我是飞行，然后就在那边绕了很大一圈。
哦，对啊，你们要不要加一下好友什么之类的？你们都在吐窝不是吗？就彼此互加一下。彩鸟安安，嗯，不是啊，就是讲了嘛。那天七对子的讲法就是，你可以随时怕打出枪牌还是什么的，你就可以随时换啊。庄家啊，如果荔枝的话，不是更痛？我就是想说。就多练一下，不要马上立直，慢慢练。你只是碰了我的，你碰了很多人的东西哦。对啊，所以那天有讲，我就会学好吗？我觉得对，我觉得有帮助，我听得懂，我觉得有用，我就会去学好吗？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实际打麻将靠腰这么快，我实际打麻将的时间应该不到一个月而已。我看一下哦，我Steam上的游戏时速149小时，吃饭。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嗯？我刚刚的七对子应该就没有一杯口的啊，杯子，反正就没一杯口在想。哎，问一下啊，如果比如像我刚不是七对子的情况下。我是66788这样子，这样我胡别人的牌，我算是一杯口吗？不算哦，好，所以一杯口的情况下是要在自己牌里面，而不是吃碰那样子把它吃掉的。好的。不知道我的问题不是七对子跟一杯口啊，我现在的问题是刚刚的66788啊，我胡心明的七，我刚刚有算是一杯口吗？我不算是，今天不先排除那个七对子，一般的，先排除七对子的情况下，我只单纯问说，如果今天我只是单纯就是要一杯口，66788这样子。让我吃到是算一杯口吗？还是一杯口就吃到在你手牌里面已经成型了？算了，会好，没有，我是问这个而已啦，你们不用想太难，我就是很单纯的问这个问题而已。这是负哦，一杯不能漏。没啦，我现在是问那个问题啊。
人手门清，好，也是哦。啊，对呢，你只要讲门清就好了哦，白痴哦。哦，讲门清也没用啊，因为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在问吃到他的牌算不算啊？没事，好了，我又会打麻将了。上次是什么牌？说你的什么眼药不是自己的厂风才能做，是什么啊？忘记了。平和吗？啊，对，平和啊，世界冠军，我又会了。啊，像这样子嘛，就成型了，对不对？完美。打掉。和平，对，呼死他。哎，西敏不要哭，不是对你不好，这才是对你的爱，好吗？你有看到我跟谁玩都没有那么激动，就跟你玩特别激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不是生气，而是喜欢关心你，照顾你，关怀你。这猪肉怎么吃起来那么像塑胶啊？天啊！口感好奇妙，松松的啊，就很像那种没有运动过的肉，就有些鸡肉它特别就是啊，放山鸡就比较扎实什么之类的，有些鸡肉吃起来就是很松垮，松垮。你有看猪运动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啊！我之前那个人家一个就是养那个猪公嘛，神猪，他们会带猪去运动，就是一个200多公斤的神猪，他还是可以正常走路。我以小时候看的，就那时候谁小二小三，那时候被我爸带去我们，因为我们附近有庙。啊，都是有些会养猪户，他们会养猪嘛，然后我爸就带我跟我弟去看那个杀猪工现场。当时是有那个有围观，有一群就是大人围观，但是我就是隐隐约约看到就是地板上越来越多血了，那时候就是跟我弟吓到不敢，就有从此有阴影了。白痴哦，这样有一杯口味，至少一杯口啊！一発ピンフ一杯口ドラドラハネマン。你翻身的机会，还想翻身呐、啊？西敏下去，六七。啊啊啊！
靠腰，怎么先打这张？做小鸡鸡吗？好啊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说，我就是，你知道，你有发现我这几次跟你们玩，我都没有在做单纯断幺九加一宝牌而已的。我想说，那种东西就交给你们玩好了，就发现把自己搞到一直都是二三名。不止二三名，还有第四名。康，你叫瓜男还是叫南瓜？哇，看来真等这一张了耶。昨天在四人排位小四喜真的很爽哦，爽爆了。看一下哦。一杯口这边吧，不对，一杯口在这里。门清限定，好的。我等到了，天哪，今天要给呀！太阳，ドラさん、ドラ。満貫。天哪，今天好像当时开台的我，今天的运好像很棒呢。好，我拿张。对嘛，我当时在坚持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都没凶啊，靠腰，你刚刚清一色不凶吗？请问你刚刚东风场的你刚装架的时候清一色那不凶吗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你要之前就是太不讲做只有断腰的那种牌而已，就是才会一直输吧。不想说啊，反正也是开心玩。就不用想着要做什么，就朝梦想前进而已啊！你看，就这样一直起伏，起起伏伏。六，本末安安。
等下这狗会来，来。你干嘛、啊？你够了、哦！西敏啊，你今天是不是不适合打牌啊？老手把他养大，然后把他吃掉哦，金死掉啦！那感谢西敏，感谢不会玩，感谢天将下。感谢感谢。哎、欸，好快哦！太信。再等一下哦。我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也常不按套路出牌好吗？做贼喊抓贼呀！刚显示 bug， 对啊，所以我才会很贴心的说，记得再按一下哦。刚刚不是显示问题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才跟他讲说再按一下。我刚刚不是说再按一下吗？我没有说你要按哦。来，拍一下光遇啊。上去，这光遇也是真的是交朋友的游戏，交朋友、逛街、养老、看风景，是不是？最贴心哎、欸。欸，我问一下哦、喔，那如果像这样一气的话，我又吃掉酒桶，这样也可以糊对不对？就是像我碰掉这个，我也可以糊对不对？来玩玩看，玩完就知道。欸，可以耶，是哟、喔。看不行，哦有我有宝牌。刚刚没有看到他闪了一下，吓死了。什么？如果是门清一气会比较高吗？一气复肉一番哦。哦，啊，没事啦，一番至少我有宝牌加一番啊。欸，我点很快好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那天是不是就是有这个规矩在之后，就没有人小鸡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家就是要有压力在，才不敢做坏事情，还会抑制自己的手手，表示大家都是有那种是羞耻心那种吗？有道德观念吗？真的很适合养老，对不对？晚点关台再来跑图好了。现在开台，我现在开台，我
我也不太适合那个，因为我翅膀也没有剪，我现在翅膀没剪，然后开台的话要等我，然后等，哇，这是谁？嗨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为什么你们都玩得到啊？给个机会啊！不是，你在边听台，嗨，悠然。我跟你讲，机会是平等的，我已经给大家很多机会了。为什么有些人抢不到，有些人抢不到？那就是因为没事。运气不好只抢过一次，不是啊？那为什么你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每次都抢得进来，就很奇怪吗？他们有没有开后门啊？不是开后门呐、啊，走后门。刚、欸、这样讲也不对。碰！哦，我为什么碰 ？Tell me why。才鸟来欺负你了，才鸟帮我报仇，不是帮我报仇啦，我可以换矮人面具了，急好久。你竟然不是第一个换矮人面具，矮人面具不是首选就该换的吗？矮人面具是这个游戏第一个就要换的东西，你竟然没有换。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河底摸鱼啊，我摸到鱼啦。我摸到鱼啦，我好开心啊。你安安比心。我想摸鱼吗？对不起，河底捞鱼。
你换头发了，你要不要来给我跟冰沙看啊？快来给我跟冰沙看看。嗯，气气，26，没事，每次都会不小心讲成海底。是啊，卡一个洞一个洞的，烦死了。嘿嘿，龙，噔，嗯。啊不，他要飞了，谁要飞了？还好吧，除非合到那个12000的才会飞啊。那我还拯救他了，上把断腰宝牌。还有11个粒子棒可以用，没有到那么多啦。我等一下让它变成10根以下，干！Oh boo! Oh no! 本です。哦。啊，这不是很像？
要是下场没抢到你就去睡，晚安。这样会太坏吗？ Good night。 七，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結果是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没有啊，哪里有喝帝国士？鹅排国士有吗？没看到任何有东的啊，那怎么可能不是东呢？谁？哪一家？这家？トン、ドラさん、ドラ。哎，你看我让他剩下三根了，时间问题，你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猎奇巧虎岛，哎，好哎，安安，信拜拜，感谢信哦。好了，那个没抢到的睡觉是不是？晚安，晚安。你们。助手，这才不可能！等一下哦，才五张而已，疯了吧？好，六张而已，好吗？我先打这张试水温，好不好？抢到了，恭喜啊！你看吧，没了，好。再次讲一下怎么打。晚安哦。你绿吗？哎、欸，好啊，来啊，试试看喽。哎、欸，我反而我现在是回那个回光遇的，我没看过小王子、欸《小王子》哎，《小王子》是你们童年在看的吗？我真的对那部没印象哎、欸，想说你那时候全部都在聊小王子，我就是一脸想说，啊，真的是啊。不可能呢、欸，还七张。
对我来说不算童年，我真的是从来没看过哎、欸。我那时候还特地去找什么《小王子》是什么，我想说，哈，这是沙菲。砰！砰！哎、欸，这样没有意义啊，不是没有意义啊。场上绿很少，对啊，我刚刚是意识到这个东西啊。你看这边两张了，三张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可以哎，白痴哦，我不行。我刚才想说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如果胡到宝牌的话，我就有了哎。感谢阿亮的一定。哇，同样身高摸头好可爱哦。我就不演啦。好的。
感谢感谢。本です。我还是演一下好了啦，这完全都不是我的风啊！哎，没了。打什么？天哪！啊，没了没了没了。没事，继续乱打。刚可以碰碰的，就打出这个了。啊！换 count 掉，不是 count 掉，是没有看得那么远。哦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对啊，只剩一张了。摆在手上欸。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本です。啊，游戏关掉，我是说光遇关掉。对耶，我面还没吃，白吃哦，面变大了。汤面啊，不过面还好没被吸得很蓬。那脸很恶哎、欸！你再切一次，你再切一次，生之魔再切一次。生之魔有听到吗？再切一次。你说是杠散哦，我知道啊。好，阿长拜拜，加油加油！我就要让他们看到血流成河。而且妈的，你在聊天室打字，有在……好，先别说他们有没有看台好不好？他们也是会看聊天室的。你就这样把那个东西打出来，你这样是不是算是剧透？明天聊天室不用交时就是对啊，天下無雙呀。好啦，感谢赤影，还有谁？巧虎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跑掉那个 Marco， 你不是答应过我？怎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就好好看就好了，不用教。哦，你是超级涨停的靠呀！靠边呐、啊！你看你的。你的身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哦，哎，是好哎哦，是吗？好哎，不是刚结束了吗？完蛋了！可以听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一翻就好了，你自己算嘛。你可以断19加一宝牌，可以一那个一牌加一宝牌。啊，我那时候会有这个规定，是因为感觉当时大家都有在做梦想，结果就被无情的要求断掉了，而且靠边呐！而且当时怎么讲，
都已经观众场了，然后结果有人就是真的是速攻，好像十分钟就打完了吧。十分钟打完，你是想跟我玩还是不想跟我玩这个意思？然后再来就是，有人也是拼命断腰连装嘛，连装到连六的时候，那时候说那一场已经打了多久？你们用一下嘛，打了四十分钟，一个东风场就打了四十多分钟，那天就很累。咬水饺了，什么咬水饺？理解呀，理解呀。哦，要睡觉哦，白痴哦，这干咬水饺，你怎么了？你吃水饺怎么了吗？好啦，你就不用讲，我就跟你讲说这个是观众欢乐赛，你不要在那边再跟我讲其他你遇过的好不好？我也遇过很多啊，你再讲下去我俩公了哦、喔。跟你讲几次了，一直不听。就是、说香港是香港，这边流行投降输一棒，一半棒。好，晚安晚安，祝你梦到水饺。已退出直播间，可爱。材料，新敏说你是不是想国、哦？跟他说。哇，你七张了哎、欸，八张了哎、欸，七，教主晚安，各位晚安、啊。我好想吃看看炒面面包，奥米加上句点。哦，炒面面包吃，真的去吃。理解，理解呀、啊。
明天睡觉，不是啦，我明天睡醒去买哦。你要买哦。他很多东西真的都很下重本啊，他是真的那种是不是真的是你吃过就知道，你会觉得说真的是良心企业。柠檬塔的味道超级浓郁，我真的想吃奶酪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奶酪。那天晕车晕到没有吃奶酪，我觉得好难过。真材实料吗？就是真的是啊，拿那个炒面面包的炒面又比那个，炒面面包比那个什么？哦，它的炒面面包还有加猪肉片，然后这整个是已经超过面包的那种，也不是超过面包，就是它塞得很满。要外送过去给我吗？哇，你真的要来哦？这样我怎么好意思？我就不客气喽。没有啦，那个太远了啦。你新店到淡水，你新店到淡水也要一个多小时哎、欸。算了啦，没关系啦，我可以二一二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跑太远。你跑太远，我也是很心疼。我会边含着泪边吃给你看。你在宜兰，有机会上台北再来吃啊。这也不算是真的是刻意工商，是真的很好吃，好吃的东西才要分享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看照片放很多。我一开始是先吃他那个啊，那个热狗面包，有加起司、加热狗、加生菜，然后觉得哦。吃完之后就是晕车，吃那个的时候就是食欲就是打开了，打开的时候就是开始吃其他东西。那就那时候吃了什么、啊？有一个蛋糕，长得像贝壳的蛋糕，那叫我忘记叫什么。然后还有吃柠檬塔两块，甜甜圈没吃到，还有吃一些小小点心，我真的讲不出来哦。乳酪跟欸什么乳那什么乳酪蛋糕跟奶酪没吃到，真的好好难过、喔。哦，那时候我有昨天有前天有讲啊，就是我那时候在晕车，然后是团团亲自拿着 DM 上来说：“欸繁星，你还没喝，快点一个。”我觉得他有在注意我，很像什么学长在默默注意着我感觉，然后就拿着 DM 说。那个去点啊，哦好，通通别想跑，那就点了可可欧蕾。リーチツモド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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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満願。是吃不下才没吃吗？那时候是一开始是先晕车吗？晕车那时候是有将近快30分钟没有吃东西，就是很晕嘛。那是直到就是他有楼上楼下，楼上的空间其实蛮小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楼下待很久，然后待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就往楼上移动，因为上面的人都开始陆续往下迁徙了嘛，就是开始拿吃的什么之类的，都实况组。那后来最好像是下面人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默默的一个人走到楼上。楼上空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包厢那种感觉，我就坐在沙发旁，哎不，一开始先坐那个很像吧台的地方，就是他可以看到楼下的那种桌子，我在楼上一直看，然后就是跟一个朋友对到眼睛之后，他就默默的走上来，他就说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干白痴哦，楼下那么挤，当然上来透透气啊。我说啊你怎么没有揪我？我说我又不是要揪你。真的很想去，可以啊，就去啊。啊你，
我不知道报我的名字有没有用啊，我不知道啦。我是觉得没有用啦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报我的名字啦。搞不好你们到现场说，我是熊猫团团的粉丝之类的，应该有用啦。哇哦，你还很顺呢，他的牌是鬼吧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网址点进去，炒面面包享有95折这样子吗？这个网址点进去买的炒面面包有8折哦。不过里面空间真的是偏小，因为毕竟是那种主要是卖那种外食吧，也不是说偏小啦，就我觉得空间以那种，因为我不常去那种点心店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就可能只是实况组太多或是一堆粉丝太多涌进去那种感觉，才会觉得有点小。你们行程可以安排啊，那边真的啊，那时候本来有说要不要在墙壁上签名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时间快到了，就是2:30有开放粉丝就进去啊，包场结束，要让粉丝进去，我们就一窝蜂的往外冲，也没有往外冲啊，就开始解散拍照这样子。你有去吃豆豆灵异？类似卖熟食，也不是熟食，那算熟食吗？团有在看台吗？那算熟食吗？因为如果说是炒面面包，那算是熟食没错啦。可是他有做很多点心零食啊，我翻一下照片哦、喔。翻照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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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准备我的自拍照。有那个糕点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我把照片存一下。我不要乱洗贴图哦、喔，你不要乱来哦、喔。我要找一下某人的 LINE， 我传给他看。等一下啊，怎么动身的群友东西？五月中打印机出特别版权，有收皮，有收脑袋。那刚是什么？我刚刚应该是合到2番吧。等我6月毕业找时间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办法遇到各大商务。可以啦，今天想碰一下。嗨，你又来了。有齁，好，有就好，不然我就是要狂讲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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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找一下照片哦。我贴给他看。另存心港。
等一下啦，我在存档。对啊，我就是因为没有门清，我怕我出事情啊。自摸一番要门清才行，就是你要丢出粒子棒，然后自摸才会算一番。谢谢，我要来丢了。浏览。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先介绍一下啊，我有吃上面的可颂，可颂有吃，然后它可颂下面的那个饼干是软饼干，就是你咬下去会有那种稍微粘牙齿的那种软的。然后那个饼干两个都有吃，那再来是他前面的就是乳酪蛋糕，他们说是乳酪蛋糕啦，可是我就没吃到，很难过。那么看那个手去夹的东西，那就是柠檬塔，那个我吃了两三个，就是咬下去柠檬味很浓很浓。那再来就是柠檬塔下面那个就是奶酪，很大，你会发现很大瓶，超级超级大瓶的哦。好，我要移过来一点点。那再来，我们画面带到那个很像那个甜甜圈树的那个，它是真的甜甜圈。然后迪叔以为那个是装饰品，他就没吃了。对，刚刚正要讲是甜甜圈是真的，因为做的超像假的。然后迪叔以为这个是假的，他就没有去夹，快笑死了。然后甜甜圈下面那个好像也是类似杯子蛋糕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讲不出来，它就是杯子蛋糕。甜甜圈有惊喜？有啊，它里面有包东西耶，它里面是有包馅料的。那再来是你们看到最重要的右边那两个面包，你看炒面面包，那个咖啡色馅料的就是炒面面包。那炒面面包隔壁包的就是那个。隔壁那两个就是那个香肠，不是啦，火腿面包。就这样。然后我不知道甜甜圈隔壁那罐子里面的是什么饼干，我那时候没有看，我想说好像不能动，我就没有去理它了。有没有？这整个白色就是超像那种什么屋，糖果屋。所以我就觉得里面的布置，其实你看，不是重点，是重点是这个那个乳酪，它真的很大一罐哦。没在这里跟你们开玩笑，它真的是很大一罐，然后瓶子也很重。它不是说玻璃很厚，它是真的很大一罐。我刚刚很好的牌，总之就这样，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那个奶酪很浓吗？我就是没吃到啊，我很后悔对啊，团团不是团团啊，小雨他们都说很好吃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说，我也很想吃啊，我就喜欢吃乳酪蛋糕啊，奶酪那种东西。团团你在看台吗？淡水开一间啊，拜托。其实如果真的要来淡水开，我是怕它的租金太贵嘛。淡水其实倒也倒很多间，我不是说那个啦，零食店，我是因为淡水其实它的租金很不合，大家会觉得说哦，淡水是个观光圣地什么之类的，就跑来租，就发现说很多都只是看看而已，没有想要进来买。很多真的都是看看而已，
他就是逛个逛个那个好玩而已。那真的要买东西，其实都是那几间店。就比如说啊，那个铁蛋鱼丸那些，就固定去那个人家网络上说很红很红的那几间店去买就好了。啊，其实后面有几间其实也还不错吃的，那个可能就是要真的很熟、很知道的人才会带过去吃。你到淡水都来散步而已，你该吃、啊，你该吃蛋饼啊！上次带了一个说什么鲫鱼蛋饼，已经鲫鱼了4年多的干爹来淡水吃。哇！リチドラ。我知道吹口哨。哪间？他不在淡水河，他是在路程用走的话，大概要走15分钟左右吧。他不在淡水，他是在那个比较也不算隐秘啦，菜市场附近。从马来西亚分店就看咯，毕竟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在做糕点的就是团团的妹妹，是他们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。我好久没去淡水了，觉得无聊。你是说淡水很无聊吗？我也这么觉得欸。哭啊。要开到国际不简单嘛。对啊，跨国欸，不跨国啦。到时候买到的话，你想要 take 我。后面写谢谢推荐。哦。我说我有个偶像。他是心心念念的想着你们的炒面面包，每次看他开台就要喊一次炒面面包，我要来看看他究竟有多好吃这样子。欧家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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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哇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该不会是打淡水淡水然后蛋饼吧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开台图片也是炒面面包，在跟你哥哥玩麦块的时候，也是整天在喊炒面面包。我觉得昨天真的很好笑哎。明天 take 我哎、欸，最近在下雨哦，你要想清楚哦。今天淡水雨下得很大，昨天看到团团炒面面包，我觉得昨天我也是很悲戚。老板，老板要捕获咯，要把不听话的小朋友抓过去捕获咯。我才发现他这边是星星欸，这也没注意。你明天 take 我，你明天如果没下雨的话，你有来。明天没下雨，你有来的话。我再出去找你，要吗？前提是没下雨哦、喔，有下雨的话就算了、喔。我真的是滴到雨水会死掉的人。我也啊，是雨，我要冲进去当 FBI， 为什么？白痴哦、喔，不要骚扰到人家啦！我野鸡水有药。要有夜晚的星空啊！哎、欸，看我是不是做不到啦？想做个梦而已。
我被一开始这几张牌骗了，二四六八。你帮我送炒面面包，那祈祷不要下雨了哦。如果是炒面面包送过来的话，我就出去。不是啊，你干嘛来淡水啊？你去新店之后就好好在那边吃，吃完就回家。你来淡水要干嘛？淡水好多情侣，好无聊哎、欸。而且珍惜你不是，我怎么记得你那时候说你是南部人啊？中部人还南部人不是吗？你在新店哦、喔，那你就好幸福，哇！珍惜住在炒面面包的家乡，家乡。哎、欸，干对耶，你是不是也在做国啊？碰一下，你是不是也在做国士无双？结束啦！本团的店超近，哇！你好幸福哦。天下無雙呀！炒面面包的家，好啦，感谢感谢，踢掉喽！哇！咿呀咿！哎、欸，我总记得你是那个是不是？你是右吗？小右。要换角色是不是？我觉得这只也香喷喷的啊，为什么闪闪就不喜欢它？嗯。开到几点哦、喔？哎、欸，这场结束吧，会不会很失望？嗯，会不会很失望？很失望？哎、欸，我来想一下狼人杀，下次有什么歌可以唱？因为我都想要唱那种，比如说狼人就是提分手的那一方，然后逼不得要把我杀掉，像我上次那个唱的啊，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。没关系，等下次。因为早上其实我很晚才睡，我早上几点啊？我早上十点半才睡。我原本想说有睡意的时候是已经三点了，那时候在跟一个会师叫红月的在跑那个在跑地图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到处跑，跑到就是三点多嘛，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累，要不要先休息，他说还好，我说没关系就到这边了，就跟他讲说那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好了，结果弄一弄我就想说啊睡不着，五点起来剪片，然后剪到五点半的时候，看到他就是贴了今天他画的那张图给我看。他说：“啊，你是不用睡觉的哦。”他就是说：“啊，就睡不着啊。”我说：“好啦。”你是好人，你是个坏人，不是那种就不像是狼人杀适合的歌。
我本来想唱，那时候也是说来哦，什么会唱的一起唱哦。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对不对？然后小鱼就问我说：“总不从那个副歌开始唱？”我说：“不行啊，无敌的时间只有不到十五秒啊。”对，什么？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这不就五秒了哎、欸？然后下一句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然后加起来就已经八秒九秒了哎、欸。然后讲完再也不能，我就被杀了。对啊，就是没谱啊！我说，所以真的要唱的话，就是来会唱的一起唱。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。没铺，然后没铺完大概就被砍的也差不多了嘛。不过上礼拜那一场真的是唱到很累，那时间调太快了。然后怎么要休息完一分钟又要唱了，太累了吧？我想说，我还没弹完戏，等一下怎么下一首歌又来了？然后我今天在看，我昨天在看歌单，看歌单的时候，我YouTube 有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们应该都有一些加歌单的歌或影片，然后被删掉嘛，或者是锁成私人，那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什么什么影片被锁成私人，什么什么影片被删掉了。你就要凭记忆说，奇怪，我是加了什么东西，加到那个你的最爱里面，对不对？他都不会跟你讲说啊，可能今天啊，教主的海绵宝宝被下架了哦，这样子被删掉了哦。结果我那天删掉了，就是有八个影片被下架，被设为私人。然后我就在靠用八个，我知道怎么想啊，对啊，那八个我猜都是从那种大陆，都是大陆的歌啦，就是抖音那些歌，比如那个什么绿色啊，不然就是什么你骄傲的飞跃那首。因为我发现他被删掉的歌是那个连续的，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歌可能是我在听那个鱼竿的歌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是抖音的歌，就下面四个是抖音被删掉的歌，我就 What？ 到底是什么被删？记忆大考验，飞鸟何惨？对对对对对。反正就是之前要听一首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七，好啦，那这场结束不是这场啊？对，这整场结束就休息喽。吃晚餐吃了两个小时，有时候记得旋律不记得歌名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啊。你反而是跟人家讲说，你不然跟人家讲歌名，才会人家说什么那是什么歌，然后你哼出旋律才会说哦，原来是这首哦，这样子啊。好想念鱼竿哦，他还活得很好。鱼竿还是有在我的留言点赞的啦。头发容易白，我觉得头发容易白还好哎、欸。我觉得那个什么掉头发才恐怖哎、欸，白头发你还可以染，你掉头发要去植发、欸。
对不对？你看，我讲更恶心的，这好像太恶心了。就像，你觉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り、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我讲那个，我刚刚想讲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是，你看，你觉得掉指甲好还是染指甲好？就是涂指甲油好。你要不要吃宵夜？吃啊。欸，不是啊，我讲真的，你这样特地来淡水。我想一下，我顶多可能就是带你去吃阿给蛋饼这样。是我吗？哦，不是我。哇，五宝牌哎、欸！你被双胞胎攻击耶、欸！双胞胎攻击，啊，还在2500的我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些做指甲的，他是真的是直接把指甲，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指甲是可以拔起来然后再插回去的、欸。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在做指甲的时候是，就是把指甲片整个是剥出来，然后再插回去、欸。你又做了一个新的指甲。你不要再浪费钱了啦！不会痛吗？我就不知道啊！我看到那个影片，我是觉得，我整个身体在发麻哎、欸。然后我弟他是因为就是有甲沟炎，很严重的甲沟炎，他那时候去治疗了两三年，因为他拇指就真的很严重，很严重。然后看到人家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只能把指甲就是剪掉，就是从中啊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恐怖？你们怕听到的话，你们先关麦一分钟，关耳机一分钟。好啦，我要讲了哦。他是从指甲中间拿剪刀这样剪，然后再用那个镊子把左右两片这样剥下来，然后开始就是要让指甲重新长。不然他那个指甲就是一开始长歪了，然后就是要从就一直修，一直补，一直修，一直补。所以那时候看他这样子治疗也很痛，很痛苦。对啊，那是把假的指甲啦，不是真的，当然不是真的指甲啦。我看一下小鱼贴给我看的、喔，你是不是都喜欢用那种星空的啊？就是有那种亮片质感的啊？我看你这几次涂的指甲油都是这样子哎、欸，而且我觉得黑色很不适合你哎、欸。你有没有考虑粉色或者是橘色那一种啊？我这样讲会太直接伤到你吗？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樱花色或是桃橘色那种比较好看耶、欸、这叫猫眼哦、喔、哦，你信不信他听南风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她男朋友在这边。好呀，我在想什么？还是冬啊？好恐怖哦！但你不喜欢粉色，不是你喜不喜欢不关我的事，但你适不适合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我们先撇除刚刚我说男朋友嘛，这样，就比如说一个人的穿搭好了，像
那天我去挑我的牛仔外套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就说，因为那时候有应该算都是管理员啊，那时候老居还不是管理员，那时候两个管理员加老居这样子，就舌头揪口跟老居，然后我们就去挑衣服，然后揪口就说，哎、欸，教主，我说哈，你很适合穿粉红色哎、欸，我说啊，不要吧，然后他们就说。你知道能驾驭粉红色的男生不多吗？我说靠腰啊，我不要。干嘛？难碰没有，他是真的说我的，啊，那时候九口意思是就是说，我穿蓝粉色很好看什么，我就是说，你不知道，我就跟你讲说合适跟自己喜欢不能摆在一起讲，精华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今天几分几秒？152。不是，你不要做太粉的那种，你要做类偏你的肤色，肤色再粉一点点。哦，你听50000哦。哦，我才想说我要丢这张喽。他说来这个或这个我就要丢这张咯。粉色会不会显黑？对，所以我才跟他讲说你不要缺涂太亮的粉，你要涂偏，就是偏暗一点点才会说一个橘，那什么桃橘色哦，怎么讲，那颜色有点难形容欸。死亡芭比粉嘛，那我跟他讲说，那如果你涂了死亡芭比粉的指甲油，你要涂那个死亡芭比粉的那个口红。哇，我好想看你打扮成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很亮紫色的眼影。哦，玫瑰金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不然就是珊瑚粉，玫瑰金或珊瑚粉那种。欸，靠腰，我明明是男生，没学化妆，可是我就觉得有些这样子搭起来好好看，然后还要穿那个粉色萝莉塔，哈哈哈，哇，好期待哦！你看，你们总是叫我们穿什么。什么女仆装、什么女装之类的，他现在想想看，那些就很恐怖啊！到底哦，讲到到底，那天也发生很好笑的事情。我们就是要准备大家一起搭车回家之类的嘛。我就说，哦，我就是淡水线的啊，就红线嘛，红线到淡水。然后那个谁，李叔就说到底，我说。我到底是真的红线到淡水啊？我说不是啊，红线做到底啊，我说我靠，你不咖啡厅的概念，你懂了吧？所以那天我也是说，我不要穿女仆装啊，你们给我钱我也不穿啊，你们自己去穿。女装只有零次跟无限次数，对。不会啦，有人目前穿过一次，从此就没穿了。那个人叫巧克力。我真的是觉得他
他那天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就很可怜啊，他那天艾莎那个事件是，他好像是在那个，好像是一群 YouTube 聚会吧，然后是玩书还是什么东西的要惩罚啊？没有，巧克力有穿过两次，一次艾莎，一次女仆。然后其实巧克力就是一个很怎么讲，阳刚吗？就是完全不会想，我完全是不会想到说女仆跟他会有任何瓜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了，结束了。耶耶！好了，感谢最后一场了。感谢各位啦，那这部我再想一下要怎么剪哦，就这样啦。好啦，感谢，反正晚上差点开不了台啦。对啊，因为暖机暖太久，而且突然就大爆睡，就睡太久了，就这样啦。感谢，那明天再等，明天礼拜四。我每次讲说不确定会不会开，就觉得很对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礼拜四没有固定团，啊，早晚开都可以。啊，就这样咯，各位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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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小佑，我这个再帮你剪出来好不好？拜拜。